赛，场上的是罗马尼亚选手路卡。自由滑音乐来自于百老汇音乐剧《窈窕淑女》。罗马尼亚选手路卡今天来到比赛线，路卡自己呢还是选的比较就情绪比较低落。好，来看一下技术分35.31，从他的这个小分来看，旋转大部分是二级，跳跃基本上是两周，成了一个斯豪夫的三周，其他都是两周。技术分是节目内容分，除了他的前接分3.9，其他的分都是在4.1到4.35之间，68.43的自由滑成绩。
场总分100.83。